收看又一场紧张刺激的比赛。买坐票了吗？啊，我不会让你站着看完的。正在路上，站位正在转换，这是在下一盘大棋。胜利属于主场队伍。这就是我的本性。这个羁绊彻底打乱了局面。别指挥了，你别选这选那了，没劲，没意思。一个腰的人也没有，选如此矮小，选完就开喷，说我不想赢，没劲。出色的策略，特别没意思。拿下了这一局。野兽更强壮了。这狼人也太多了吧。好多狼人呢。这把炼金有点多呀。有两家，
主场队伍接连失利，但这可能也是策略的一部分。我这狼人装备其实不好，不太好。有鸟人，咱就可以要个鸟人铲呢，合个炼金。炼金鸟。加油啊，他这弱的有点离谱，他怎么这么弱呀、啊、看来这鸟人不能上啊。平衡中鱼人不能上，鱼人有点厉害，我没有弱的人了呀。赢了还假的，赢了我也断他们呀！你这家你不想着去断他，赢了也断呢。这就是我的本性。给青钢也可以。你这赏金我碰上他我不把他断了，我凭啥不断他呀？我就硬断他，就别让我碰着，你让我碰着你就没好，那我让别人断了，我这不去断别人，那不行，不行事，不好使。主场队伍赢了，给的怎么全是装的？这也是策略的一部分吗？肯定还得换赏金，让他赢，我就上这四个。我们选的是后排之间咋办呢？
让他们一个海克斯啊。差不多是时候了，这不上赏金了，这不还得上赏金吗？碰不着他就很烦，你知道吗？算了，卡钱了，卡钱了，这么玩吧，这么地儿。差个蛮子。现金有点太多了，这把估计又够呛。谢谢卡面儿来打澡堂恶龙，随机两星两费一呢，两星两费。我就狼人鸟人能有点用吗？我看能给点啥。野兽等价，漂亮啊！我操，差两张了。六级开地。这把我们狼能三，我们就吃分，他们吃不着。我怎么一直碰不着倒数第一？我在想是先泰坦还是先羊刀。先羊刀吧，先羊刀吧呢，先羊刀带水银，给个骑着吧。惨着转，还惨着转啊！我那狼人都没装备了，还咋惨着？我操，一件装备不要了呗！可闭上你的嘴巴，可别在这叭叭了。羁绊激活了，绝对想不到。差一点。野兽等价。冉冉升起的巨星，让棋盘都跟着颤抖了。差张蛮子，升级上骑炼金，骑炼金四条，这狼人删的真快呀。四条四炼金，四十二滴血，
倒数第一，我咋一直都碰不着他呢？不让我打，就不给碰。收菜，他们收菜没用，因为他们狼人没三，我狼人三了，先给个魔抗，泰坦可以。暴力是了结的手段。先搞个水银。我自有安排。这个全套可以住了，锁着甲。我上瞒着换啥呢？我上瞒着的话会变成换炼换蒿了的话会变成五炼金五条。会变成五炼金五条，喊都喊不出来。还是拉营口吧，拉个营口。德莱文下去找个精密发条，那就上发条呗。时机到了，新义子进仓库了。青钢影可以换，青钢影换了是。四条五炼金，六炼金，然后升级变成七炼金。我现在这张狼人应该是无敌的，没到五杠一之前，我们都是无敌的。这狼人，给他上两个旗的，给这狼人搞俩旗的。或者是整个龙刀也行。龙刀一块钱，算了，再来个骑士。那鸟人。最好是别换，德莱文都可以换，鸟人最好是别换，要他的致盲。下波直接拉上的，大第一波。
复苏之风。我挠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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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需要的小巨人。主场队伍拿到了关键一词，这一手难道是伏笔？四十多滴血够了，小巨人七十多滴血拉倒吧，不需要，你搞点上线，直接拉了，拉了找个蛮子。时刻准备着，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瞒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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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张瞒着。我们走，开战吧！这也是策略的一部分吗？怎么样？五炼金六条。提炼金好，提炼金你不是？哎，刚才列纳塔我这不没拿呀？我拿了吗？我拿没拿？我有没？刚才有列纳塔没？我没拿是吧？抓住这个发条应该不用了，起炼金的话我要下，我也就下青钢影，卡莎我用的。这是能喝什么？圣杯。对。把握人的全能。任务指引我的去向，我们开始行动吧！离开商店部落，进入异次仓库。太狠了，存钱上九，上九能上啥呀？这阵容上九也上不了啥玩意儿了啊。随便上个塔姆啊，挂个塔姆，要么挂个发条啊。你只能挂发条了。
门跳下来吧。这个打法很拼。打败人能升三，可以用。不是八营口最低费卡呀，没抓，没最低费卡呀。你现在不是早炼金吗？不差个列纳塔或者是维克多吗？哎呀，就这小蛮子还想跟我的狼人挠吧挠吧，拉倒吧。可以来一个，给他捡魔抗。以后大事业可不能满足于够用就行。将会是场屠杀。没打过哎。找张唐姆。但没打过应该也不是说阵容的问题，因为我们这属于正常，就是现在这种情况确实是上炼金要比上挑战厉害一点，应该没啥问题，玩的没问题。德莱文换卡莎了，你看见过我的票了？粑粑人儿免费造山呗，行，挺好。升上去得了，没血了，十几滴血，二十滴血，加点战斗力吧。
正好送走。哎，很快一切都将我们已经进入名人堂了。这每个多放不来技能吧，够呛，放不来技能没什么用。跟着我的声音，羁绊激活了。在哪里？你绝对想不到。搞一个小社交。熬过，伤害，他并没有放弃。换耗子呀，换耗子也行。最好的防守。主场队伍来了一次神之一手。我来文下了。没装备放来技能，确实放不来技能。别死别死，哎，可以拿个第二名吧，螳螂三了，拿第二名吧，提升一下。一会儿打第一行不？别打第二，我们开始行动了。我们还需要观察这个羁绊的具体表现。挺好，打第一名不错，我死了，我死死了，我中了。我打第一，然后他打那是他打第一的镜像，然后我们拿个第二名。我不服，这我不服啊，这我没拿到第二名，我是不服的。